哥哥最爱哥哥脸，我
宝宝疼，我该怎么办？这些蛐蛐宝宝疼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会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，呼呼呼呼呼呼呼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一起大笑真开心。宝宝发出有趣声音，我该怎么办？宝宝发出有趣声音，我该怎么办？宝宝发出有趣声音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会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，呼呼呼呼呼呼呼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一起大笑真开心。手指妈妈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好啊。手指妈妈，手指妈妈，你在哪儿？
在干什么？做运动，做运动，我在做运动。手指哥哥，手指哥哥，你在哪？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你好啊。手指哥哥，手指哥哥，你在干什么？手指姐姐，手指姐姐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你好啊。手指姐姐，手指姐姐，你在干什么？绘图画，绘图画，我在绘图画。手指爸爸，手指爸爸，你在哪儿？手指爸爸，你在干什么？玩游戏，玩游戏，我在玩游戏。
小宝宝感到难受，你有些咳嗽，妈妈知道。休息吧，小宝宝，我照顾你，你很快会好，我确保你会。我的小宝宝感到难受，你患了感冒，爸爸知道。休息吧，小宝宝，我照顾你，你很快会好，我确保你会。孩子们乐开花。
抱出去，所以老师把他抱出去，但他仍在附近等。他耐心地等待着，耐心地，耐心地，他耐心地等待着，直到玛丽出现。为什么小羊这么爱玛丽，这么爱玛丽，这么爱玛丽？为什么小羊这么爱玛丽，热情的孩子在喊？为什么玛丽这么爱小羊，这么爱小羊，这么爱小羊？为什么玛丽这么爱小羊？老师给了答案。带我去看棒球赛，带我去凑热闹，给我买花生和爆米花，我很可能会忘记回家，让我为猪队加油加油，他们来赢我会失望，来吧你儿才真出去，这是棒球赛的规则。带我去看棒球赛，带我去凑热闹，给我买花生和爆米花，我很可能会忘记回家，让我为猪队加油加油，他们没赢我会失望，来吧你儿三振出局，这是棒球赛的规则。球赛，带我去凑热闹，给我买花生和爆米花，我很可能会忘记回家，让我为猪队加油加油，他们没赢我会失望，来吧你儿三振出局，这是棒球赛的规则。去看棒球赛，带我去凑热闹，给我买花生和爆米花，我很可能会忘记回家，让我为猪队加油加油，他们没赢我会失望，来吧你儿三振出局，这是棒球赛的规则。天在过来，妈妈想玩耍。
开，请你改天再过来。小妹妹想玩耍，鱼儿鱼儿快走开。你叫什么？
名字哦，我们一起玩，我们是朋友。我喜欢你名字哦，我喜欢你名字哦，我们一起玩，我们是朋友。
是的，我会。
很多东西要去学和做，我很兴奋，可也很紧张，但在上学的第一天就会变好的。你会兴奋吗？是的，我会。你会紧张吗？是的，我会。你会微笑吗？是的，我会。准备好了吗？已经准备好。就是这一天，上学的第一天，有很多东西要去学和做，我很兴奋，可也很紧张，但在上学的第一天就会变好的。找到了你的柜子吗？是的，找到了。包好了你的背包吗？是的，挂好了。你拥抱了吗？是的，拥抱啦。你说再见了吗？是的，我说啦。我的小狗到底跑去哪里？
能给我们提示吗？
Ha ha ha!